谁订了他去玩吗 ？CS 呼叫了吗？这 Quest 3也给你赚到5元啦、啊！迟入到港也不怕，虽则始终牵挂，苦心等到秋天拎起再换沙。无奈有 group 有说出 ，CS 惊到跌渣，声称补了他50块，强劲吗？如若冇 Quest 我嬲噶。诸西必须火化，出咗钱要等机打，需要代价。全新机想快得手，要补贴亦难任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讲惨过死老豆。曾沿着客服漫游，为何没补贴泪流？谁能凭战意将70元是？有何不把悲哀感觉于愤怒时尽化乌有？礼品觉得嗰1元也都接受，全城为补贴泪流，齐集地讨论像盟友，这绝不罕有。My Crash Free 等过一周，客服也睇透。你还嫌不够，我把这陈年 Quest 2送赠你解咒。